绍一个小表演吧，就是，之前抖音上比较火的那个，精武门那个音乐编的一小套舞，我也是直接 cover 别人的，然后我就讲一下这个舞吧。马上过年了，回去可以稍微秀一下。OK， 然后这个音乐刚开始响的时候呢，三声心跳，它有一个非常短的前奏，等等等等，然后心跳，左手伸出去，右手捂胸，蹦蹦蹦三下 ，OK。然后有几个音效也是咚咚咚咚，差不多四五下吧，大大大大，我是习惯这样的啊。当然你们也可以自己随便打哪个地方都可以，但你三四差不多四下 OK 以后，然后一共有四个半拍动作，我这个先讲前面两个半拍，我从头来啊，嘣嘣嘣三下以后，当当当当 OK。然后是一个横向的，有点像之前教的那个横向的蝴蝶步的那个动作，一二三四，注意看啊，是先出右脚和右手，一闭上之后，二，手就是大大大大大，脚就是大大大，这个脚步我之前应该教过，好，手脚一起啊，一扣上，二反向，三。四，再来一遍，五六七八 ，OK， 这是前两个，哎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一个半拍，然后第二个半拍呢就是，一个 heavy fit 的动作，然后也是配合上手啊，他们有很多版本，有的是就是两边打，也有这样的，都 OK 啊，然后第一个是右边的 heavy fit， 啊不左边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然后第二个半拍呢是一个 heavy fit 的动作，就是 hip hop 里面的一个元素。然后呢，它是脚步是蹦起来，展开，脚跟脚尖儿，啊，蹦起来，回来，蹦起来，回来，就是你往左边的时候，就是左边脚跟，右边脚尖儿，回来，反向，右边脚跟，左边脚尖儿，然后搭配上手，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手势啊。那你也可以做这种打开的手势，随你啊。那你也可以做这种哒哒哒，它的顺序就是左右左左右左右右。OK， 这就是前面两个半拍，数一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。三四五六七八 ，OK。前两个动作其实非常简单啊，就是两个花式，穿方向不一样，然后穿成两个八拍。然后你如果看过我之前的课程的话，应该这些都是学过的。然后你只要跟着这个音乐，加上一些手势就 OK 了。然后这个先讲这么多吧。然后还有一半的话，下节课讲。一共四个八拍，两个半拍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练。